热烈的掌声，亲切的歌声，瑞善明比丘尼院的沙弥尼们与院童们以标准的华语唱出欢迎的歌声，欢迎来自台湾的生命电视台台长海涛法师与弘法团的到来。为庆贺新落成的寺院，院方特别邀请捐助的功德主们前来为落成典礼剪彩，为慈悲的海涛法师恭候接驾的全院师生们更以愉悦的歌声及热烈的掌声，将生命电视弘法团团团围绕。一串串色彩缤纷的彩球，喜气洋洋地等着张扬新院舍落成的喜讯，院内师生则大秀中文，起身高唱悦耳的中文歌曲，也让远道而来的善信大德们倍觉亲切。落成典礼中，受邀前来剪彩及致辞的海涛法师首先以布施供养祭为布施者与众人加持祝福。为布施者比我前提作为为布施后必得安乐，供养剪裁当愿众生所作剪满具足佛法。象征祝福的彩球在众人的期待与祝福的掌声中凌空而上，招接喜讯。接着大和尚再以杨枝净水为新建物洒净加持，